跟我们刚刚所看的叫不一样哦，就是咱的吉叫哦。然后呢，他们呢在在吉叫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咔咔咔的声响哦。那有时候呢比较激烈一点的话，这个竹子有可能也会断裂掉哦。哇，平安堂呢，喜乐要来祝福大家呢，能够平安喜乐哦。来感谢中坛元帅哦，现在感谢的咱九班会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来恭送咱中端万岁哦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中端万岁，就是咱俗称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中端万岁是哪一位神尊哦。